他好像不能使用吗？哎，不知道哎。在寻找宝藏。这给我，这给我，这给我。啊，对不起，等下给我，我刚按掉了。全满草。给最衰的好了。东西好多。给谁？这谁谁？月啊。哦，长得像鬼的月。长得像鬼的那一个。刚刚盾给我，我帮人家摸看。那等一下哦。刚刚的盾，你说那个像船的吗？对对对，船桨。船桨的。三，不过三号其实就可以换掉，帽子可以换。这边。好。好了。等一下哦，帽子换这一个。哇。帽子换这个，丑死！来啊，这样子，走。影月，你怎么长头发啦？哎呀，你怎么那么……啊，本来就是会长头发嘛，改天再去剪头发就好了啦。哦，记得要去剪啊，头发有点长。哦、好好好哎呦！噔噔噔噔，已经做到这一步了。我是说，做到这个地步了。啊哈啊！噔，我嘴退却了。再所以再来是，找去帮繁星拿那个。啊，对对对对。哎，没有，我忘了按到。哎，走上来了，这个叫我们游泳过去啊，有没有这样啊？要我们游泳过去啊？这个影月是怎么这样啊？就游过来一下下嘛，标浮标移，然后赌钱，赌场，算了，我不要去赌场。要去吗？我不要。强风，这里，这边，啊，什么有这个东西？忘记了。没关系，我回去。好。那要不上面去打漆黑山洞啊？等那个。好啊，上面有个洞吗？这个、啊。好啊，走啊，顺便练等啊。可是他十等战斗哎，要吗？来，看你们，往前看吧。可以啦，哦，好多钱哦，经验值，神秘鞋子，加智力的，我好像有这一双啊。哟，钱包不会痛，本人才会痛。都会痛啦，都会痛啦。市长你怎么了？在开专注吗？销售。你好白啊、哦。好瘦。你好鸟、哦。你腿好白哦，怎么没有晒到腿、啊、好白哦，哇。他怎么这么白啊？腿太白了吧。感谢雅士的87。什么1987什么东西？哦，戳他下体耶！你看，哦，哇，哦，哦，我都戳了一下了，哦、把他往后推，99%，看我戳到下面，戳，专注随便用了吗？嗯。嗯100%，尽量用到100%。好，专注这个东西，不缺不缺不缺。固定用三个。错。哦，两个就满了，100%。我们才87了。嗯，怎么了？你们说什么东西？那雅思刷87刷到1987啊。
哇，劈腿！哦，他有练过。这个鸟有美腿，是看起来蛮可口的啦。走喽！哇，因为你有2000块，我、等一下旁边那一只右边，右边要先打泥怪，先打，优先。哎呦啊，反伤，没事没事，他反伤而已。我先把他往后推吗？可以啊。啊，哇，我刚少按一个，完了，不妙，喵。喵喵喵喵喵喵喵，噔叫叫叫，来，哈哈，啊！谢谢你帮我叫哈。啊啊哟！第一轮应该没事。哎呦！哎呦！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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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戳死他！戳死他！戳死他！有了有了有了，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。那就随便来啦。你太随便了，你不打右边那个大头、那個，你怎么打一个需要模你模仿的？哦，哎哎，对，怎么这样打、啊？音乐你怎么啦？这就有点强。哎、欸，看你了！哦，诅咒、欸！免疫，免疫，免疫！哦、你好多免疫哦！哎呦！无极麻痹，做免疫哦，好多免疫哦，好免哦，对啊，真的，好免，100%，吃一个就100%。哦，他烧起来了，20、30，打不死主。哎呀，左边我打。嗯，好吧，那我知道浇水喽。浇。哎、欸，你又把我水拖爆。哎、哦欸，我的。哦，这样刚好啊！啊！你怎么快死了，音乐？我没有免晕啊，音乐。哎、欸，你还可以弹呢、欸。原来是可以弹啊！等一下，我先帮音乐补血。谢谢哈基，不客气。哎哎哎哎哎！我就踢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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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踢他。哇，16D！啊，我按错技能。踢他踢他踢他。成功吗？有成功了，成功了！我帮大家回一下。哦。嗯哼哼。嘿，哦，穿刺。哇，好多经验哦，100哎。哒啦哒啦哒啦。嗯，185。加34215意识衣服一，哦，潜行精通，太好了太好了，哇哇，繁星把意识撑到满了，有吗？我满就是黄色就是满了，是不是？就是我就满了啊，我也是满了，他自己也满了，嗯，我没有满啊，我脑袋没有满啊，打开，开。我先关，没有。哦，我200，232，钢板甲，78。这个应该只有繁星会用得到吧？对，看我，因为我们是免疫。嗯，我不怕死而已。永久护甲加一，给哈基吧。不，给影月，对不起。认错人了，看到那个头发就……哎、欸，不对，玩到丢弃了啦！啊、哇，这把扔了这个东西，
我按错了，哦，我月哦，我看到有了，下面应该是要待命，怎么是丢弃？我是最后一个，是不是？对，哎呀，隐月你在干什么啦？隐月今天怎么怪怪的啊？我今天头脑有点不清楚，感觉自己，我连我自己叫什么名字都有点僵嘿。错啊！哇，这敌人的血量跟防也太高了吧？防烧哎，你是防烧？打指令，好。哎，至少他们。哦哦，靠！32滴。哦，十一滴。再看你一次，没了。哇、哦！没有了，不要再我了，没有了。你都在看你耶，不要都看我、啊。真的、啊？来啦，我先打这一只好了。这样，嘿咻，18滴啊，好少、啊。好了，知音，你要谢谢我，哎、你要谢谢我的鸟。呵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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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呵等一下，我看看，让我考虑一下。比你黑、欸，是要比脸黑是吗啦？走开啦！哎呦，正中间这只，好了，你知道干嘛？你完蛋了，你又没游戏玩了。完了，中间那只又没游戏可以玩了。嗯，想玩游戏吗？你记得要储值才有游戏玩哦。直接去死吧！他没游戏玩了啦。真的？这是哦，哟，尖牛什么？重置一个目标，嗯，是蛮强的，但是就不能恢复专注了。嗯，放腰，放包包里，先收起来。先收起来，收起来。那就去。宝箱，箱，其实动去还算很简单耶。对，主要是我们装备已经到一定程度了啦。都越级打怪了。都级。远程支援，收起来。嘉年华又要赌了吗？走啦，去嘉年华玩啦！因为你运气这么好，可以啦。不要像哈基，哈基就比较……哎呦，对啊，哈基脸就比较黑啊。你看，因为你的脸这么白，只是头发长了一点而已。对耶，我好白哦。走了。我的祭坛。好，先下去找，先下去找祭坛。哎、欸，嘉年华刚好在底下、啊，那就直接走下去啦、啊。哦，不要忘了带我们，不要再让我们游泳了。隔壁要顺便。哦，我不能动。哦，可以了。哇，好。其实我在想，我们要不要换好一点的船？还可以再换吗？还可以更高级的船啊，我们这不是最高级的。可以啊，你钱现在钱不多了。
对啊。哇。那等下就去海湾不走公买。应该有吧。等下过去看看。哎、欸、我们这个海盗海湾没有接任务哎、欸。哦那什么任务看一下物品全满药钱经验。好好还是要先下去下面下面。对嘉年华先去。先给他寄。啊这个这个里面有卖了有卖那个。哇鱼也上。等一下换个加运岛哎。就专门一个嘉年华的岛。对。运气八十二，走啊！你要哪一个啊？下一关是什么？下一关就升，可以啦。哦、这个才你看只有，只有4%几率失去全部专注、欸，哎，这 OK 啦。那疾患屋是什么？疾患屋0%死亡、欸，哎，零趴不会，这不会是2%诅咒，队伍诅咒有点多。这宝箱钱哦。都这都很好啊，2%跳过回合、啊、可以啦。你会选镜子还是鬼屋？我看看，我感觉你哪个都可以选，等级应该不用吧？等级个镜子吧，镜子有宝箱哎、欸。好，镜子2%可以啦，2%。哈哈哈！魔抗，啊，吃掉，就这样子。就走啦，好吧，走啦，这边有问号、欸，嗯，哎、欸，尝试那太好了，刚刚好，一个物品，来个海绵蛋糕，这什么啊？啊，卖东西的，啊、卖钱的，哇，专门卖钱的东西，哦、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东西、欸，哎，是，哦，那、欸、什么？这个问号吗？还是？可疑的宝藏，可疑的宝藏，它总是一个牡蛎啊！哎，先看。